扛起15公斤重的沙包，奋力往前跑。想当清洁队员，不只有体力考验，第一关的笔试更得拿到满分。桃园一名网友在脸书上分享自己的笔试成绩通知单，原始分数高达99分，但成绩加权后加总却只有59.5分，在第一关就被刷下。考题跟我们的答案啊，其实在简章公告的时候就已经公告在网络上，所以说其实考生大概都有一个多月以上的时间来准备。拿到99分，愤恨不平，还遭不少人打脸。因为其实报考桃园市清洁稽查大队的一般组员，考题和解答会事先在官网公布。A、B 两卷有200个选择题，内容多项是为减轻日常生活环境污染，民众应该减少哪种行为，或是哪个选项不属于环保标章认证通过的条件，水质安全卫生该由谁来负责？学历的部分还是以高中职跟大学为主，那也有大概100多位有硕士的学历。不少人为求得铁饭碗，即使有着硕博士学历，也都前来应试。虽然起薪只有25K， 但努力拼奖金，甚至内转成为办公室内勤人员，薪水也会跟着三级跳。也因为这样，让更多人跃跃欲试。记者林中正、苏一欢，桃园报道。